哎，这个宽裤很舒服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这件宽裤你们一定要买，它是属于有一点卡其裤的感觉。对，这一件呢，你自己门近看一下，你们看它有没有？它已经长皱纹了，它不会皱，你知道吗？它不太会皱，而且它的口袋呢是前后跟后面的口袋都是真的。然后这一件呢，它虽然是 free size， 可是我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就是你看我这边还可以再拉两个拳头的那一种。但是呢，我这样子放开，它又不会掉下来。这件真的很舒服哎、欸，而且它的厚薄度是完全春夏可以穿。而且你看它穿起来其实也是瘦的呢，它虽然是宽裤，就它不会整体很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一件呢，它的我163穿起来大概是落在脚踝上 ，SXL 穿都是刚刚好的。有你们最喜欢的黑色嘛？然后这个是杏色、灰色、绿色。啊，这个要怎么选呢、啊？绿色很好看呢、欸。然后如果这一件我要选的话，我应该会选绿色哎、欸。你等一下会穿灰色，我觉得你会变心。我等一下穿灰色，你觉得我会变心？灰色可以，是不是？那就加二好。灰色可以，有弹性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微微弹性哎、欸。嗯那你觉得会透吗？灰色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灰色不太会，对不对？好，灰色。